叫 Gurmit Singh 的人来，哎呦，你们知道谁是 Gurmit Singh 吗？不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。Gurmit Singh 上一次呢，也在工人党，因为工人党说不需要他参选。 所以呢，他就。